警方于三日凌晨两点多接获报案，九如二路有纠纷情形，巡逻警网立刻到达现场，发现为情侣吵架。经了解，24岁叶姓女子疑因感情及金钱纠纷，酒后至男方上班处所理论，过程中有推挤动手，并造成一旁机车倒地。经询问车主不愿追究，而男方因左脸颊红肿送高医诊治。后续是当事人是否提出告诉，警方依法侦办。警方呼吁，情侣有感情或金钱问题，应以合法理性方式沟通处理，以避免不愉快情形发生。